城，百富百瑞欢乐颂，喜财喜意一万，向上奔命一品味经典，感受艺术魅力。大家好，欢迎您收看《漫演鱼龙一瓶中》鱼龙百戏三十周年典藏节目，我是子谦。今年呢是相声泰斗马三立大师诞辰110周年，我们特别准备了纪念马三立先生的典藏专辑《马蜂永存》。在我们今天演播室的现场，依旧为您请来的两位嘉宾是相声名家魏文亮先生和相声名家刘俊杰先生，也请二位呢继续带着观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回顾经典，分享故事。那今天节目一开场啊，我们先给观众朋友准备了一个单口相声，我们也用这样的方式走进我们本期的节目，好吧？好啊，我们一起带着大家去看看马三立先生那段经典的单口相声作品《查卫生》。有一个局长啊，什么局啊？反正不是我们文化局，不是文化局局长啊，什么局我就不管他了，反正他是局长。不管咱什么局，反正是个局长。这个局长啊，下片去查卫生。过节过年了嘛，每逢节日年日了，这局长必须要下片走一走，各个单位看一看，看看那节日的气氛呢，设备的怎么样，看看卫生啊搞得怎么样。那么这位局长呢，就下片走一走，到哪儿去查了呢？就到一个宾馆，一个招待所，啊，这局长刚一进门，一看，还没到里边，刚进前厅，刚一进大门一瞧，这地下呀，哎呀，乱七八糟的，地下很多的水。局长一看，哟，这经理干什么呢？经理呀，拿着个大墩布，擦地呢。呵，看着很卖力气，头上一点汗没见。其他的女职员、女职工们呢，拿着展钵擦楼栏杆啊，呵，也是忙得手脚不停。局长一看很高兴，啊，经理带头啊，很好很好啊。经常这么搞吗？这经理这吞吞吐吐回答，哎，局长，对，是这样，啊，很好嘛，啊。局长一看呢，这玻璃窗户上就是泥呀，下雨这个大泥点子很多，这窗户角上呢，很多的蜘蛛网。哦，我到你们厕所看一看。哎，局长，您会议室，您客厅，这屋刚擦完地，你这儿休息。啊，不，我到厕所，我接小便。接小便你不让去啊？好，你跟我来。经理带着，局长后头跟着来了。啊，这是男厕，这是女厕。这局长迈大步往里闯，推门就进了。刚一进去，这厕所里头，一万多苍蝇，大苍蝇、小苍蝇、麻子苍蝇、绿豆蝇，拧成一团，跟龙卷风一样，往身上撞。局长刚一进去，让苍蝇给推出来了，就推把局长去，这怎么搞的？这苍蝇，哎呀，你们这个卫生怎么搞的？这个啊？这太不像话了吧。局长你休息一会儿再来，你一小时以后你先会议室你客厅这坐一坐。局长气的，这会议室怪事，我不喝茶，不吃茶，哎，您抽烟。哎呀，你们这个卫生搞得太不像话了，这个苍蝇就成了堆成了垛，不抽烟，不抽。俩挤扔了，
不吃茶，不要喝茶，厕所，上厕所，进小便，来进小便，好，然后你跟我来，又来了，得带着局长跟着，这是男厕女厕，这回局长跟刚才不一样了，不是迈大步往里闯了，慢慢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推门，慢慢慢慢的往里看看。慢慢慢慢的推门进来一看，嗯，一个苍蝇也没有啊，很好嘛，啊，一个苍蝇也没有嘛，啊，很好很好，好，我接个大便。经理说啊，局长，你接大便，您接大便，您个快点拉，一会儿苍蝇可就回来。啊，苍蝇都哪里去了？这不中午12点吗？都奔食堂了。刚刚我们看到的就是这段单口相声《查卫生》啊，二位对于这段节目有什么要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的吗？《查卫生》我还真看过现场，是吧？对。就是说我欣赏马三爷的，我是从那个专业的角度看，嗯，你看他所有的行为，他所有的人物，嗯，他是非常细腻的设计好的，嗯，因为查卫生里头有好几个角色，嗯，他包括语言的化妆，对，包括形体的动作都不一样，而且呢他把一个不注意卫生的这样一个东西呢，嗯，把它故事化，而且他不是在那儿说口号，他得给你讲故事。当你听完这个故事以后，你感觉哦，这里边有内涵，有什么？哎，马三爷的相声基本上就是这样的。所以说他的特点，他是在说相声。对，嗯，对对对对，嗯。其实今天一上来啊，有一个话题特别想问问二位老师啊，我们先问问俊杰先生啊。我们知道您是一个特爱创作的相声演员啊，这很多在鱼龙百戏舞台上展示的节目都是您亲笔写的。嗯，那其实您看马三立先生作为咱们相声界的一个标杆，一个旗帜，我们都说，是不是您或多或少也受到马老的很多影响，在创作方面？其实马三爷很多作品，包括刚才咱看的《查卫生》，他有生活依据。对，上一期他说过，你好像你生活当中你看见过这种人，而且他创作虽然有些夸张。但是你信这个人物，他是很信的，所以跟他的平时的生活有关系。嗯，他特别注意观察生活。先生曾经跟我说过一句话，说相声要说明白相声。所以相声的往往都是从生活上提炼出来的。所以你必须了解生活，你在台上演出才真实。其实你说学马三爷学什么呀？学他塑造人物。对，他很多都是啊，他带着人物上，没错。你包括他的马道学问，包括马善人，他善良是那个人物，这个人物呢，他又表演得很深刻，他在人物当中很多话他就说是很方便，就是你说我学马三爷这个，这什么这个老有理，老李也是带着人物上，是，带着人物上，他有好多话他就可以说出来，他就不是演员说的，他是人物当中的话。而且整个表演过程当中你不能离开这个人物，包括马三爷那个躺地下我都笑了，他我那份也有躺地下，对对对，后来我才知道这躺地下真不容易，知道吗？咱没功夫，得有功夫，别人唱戏的咚咚咚都没问题，咱没那功夫。另外一个，我也70多岁才演这活，我在躺地再起来，这您这个也找了不少技巧了。不是什么技巧，眼前冒金花儿，我躺了好久。这算为艺术献身了。对，所以我觉得马三爷不容易。既然咱说的这么热闹，接下来不妨，咱就看看俊杰老师和张瑶搭档的这段《老有理》，咱一起看看。好啊。我说一个，这么一个，问完好了，问完好了，都问完了，都问完了。我这么大岁数站这儿半天了，就不许问个好？哎呦，应该给您问好。您好，大爷。你骂谁啊？我怎么骂你了？甭给我来这套。怎么了？大爷，这俩字一拉长声，暗含着骂街，对吗？跟我来这套。行行行，那我叫您二大爷。你才二呢。您今年70。
古来西，你咒我，你活的其实不容易。我要死是怎么着？我，你要这么气老头，你对得起上苍吗？你，我对上，我这事根本就没错。你还没错，我根本就别，你别动手啊！你别动手，我怎么动手了？你动手，我跟你没完。我压根儿就没错。你再说你没错，我真没错。你这半天你没错吗？我哪儿错了？你真没错，没错。再说没错，没有啊。你没错啊？没有。哎呀！哎呀！欺负老人啊！爸爸，我错了，我错了，行吧？您快起来，都是我的错。来来来，哎呀，哎呦，哎呀，哎呀，哎呦，行行，哎呦，哎呀，别咳，都是我的错，怨我，行吧？您呢，别往地下躺。咱说实在的，您这么大岁数往地下一躺，我要不搀您一下，您真站不起来。你这是搀我啊？俩手指头抠我嘎吱窝，我明白，你那叫点穴。我会的还不是我点穴干嘛？行行行，这事儿怨我，您有理。一出门就碰这些不尊重老人的人，气死我！还有谁不尊重您的？多了，你说说。那天我开着我那个老年代步车啊，嘟嘟嘟嘟嘟嘟，我开着正美呢，嗯，后边一开大奔的，呵，在后边滴滴滴滴滴滴。一劲儿按喇叭，他干嘛？那是让你让道，我就不让，我气死他！他往左边开，我左边挡着；他往右边开，我往右边挡着。我加油，加油啊！我是我来，呵，我这车不行。一加油，后边冒黑烟，呵，冒黑烟了。你行啊？呵，行啊，有点战争的气氛。什么呀？对，加油，加油！你猜怎么着？啊，我还真干不过大奔。我心想，您代步车能干得过大奔吗？开门一会儿，他开我前面去了啊！小伙子停车下来了，那要跟您理论理论。大爷，你怎么不让道啊？啊，你怎么不让道啊？我就不让，我就不让。怎么呢？先来后到，知道吗？什么意思？先来的不能让你后到的。这什么话？这可是快行道，我开的也不慢呢。我开的是大奔，开大奔得是你了。开大奔啊！你漏油去吧，漏油！我这是大奔，知道吗？大奔怎么了？大奔怎么了？就恨你们这开大奔的！我这一辈子辛辛苦苦，这一辈子钱搁一块儿，不够买半了大奔的。你三十多岁，你开着大奔耀武扬威，你知道你这干什么吗？干什么呀？你这是跟老年人示威！怎么又示威了？我不吃你这一套！我不吃你这一套！少跟我来这个！我趁他没注意，我一伸腿，通，把我那代步车踹倒了。那干嘛呀？啊啊！我让现场惨烈一点。您这个可是造假呀！造假呀！啊，这时候我来好几回了。啊！警察来了都分不清楚。嗯嗯。好，你说话。我。你喊他。你嚷啊！没词儿了。哼，我有的是功夫，你有功夫，我没功夫。一会儿我躺你车底下，没半个月这事儿完不了。别介，我没功夫。三点水加一包字儿啊，我跟你泡了。门子里边加一柿字儿，我跟你闹了。怎么着？你嚷啊？你叫啊？完了，你没尿了。哎、这不是个无赖吗？这个真是的。行行行，大爷，行，怨我，行吗？您走您的，我有理吗？您有理，有理吗？您有理，有理就行，有理，走啊！菜市场买菜去，该干嘛干嘛去吧。不行，怎么了？菜市场卖菜的也不尊重老人。卖菜的又怎么了？你说他卖那白菜啊，黄叶子啊，那破帮子，我劈下点扒一点行吗？行啊，我拿过来这白菜，我一看，嚯，劈吧，劈吧，咔咔咔，咔咔咔。我劈完这个白菜一看，呵，嗯，这颗白菜跟小擀棍一样，这行，这回家就能拌白菜心儿。好，你猜怎么着？啊，买白菜的不乐意了。是啊，大爷，嗯，你要买黄瓜这边有，买黄瓜啊，你那黄瓜苦吗？不苦，不苦，我尝尝行吗？您尝吧，尝啊，尝，
我由口袋里掏出一包花生米，拿过一根黄瓜，咬口黄瓜，吃俩花生米，咬口黄瓜，吃俩花生米。掌柜，你们这儿卖花卷吗？我卖菜不卖花卷。就是。行。这颗吃完了。我拿过那颗来，刚尝一半。卖菜的不乐意了。大爷，你这不买菜。你这次上我这儿吃早点来了。我不没您皮菜的。你照这我不卖给你了，行吗？就不应该卖给你。你敢说不卖？就不应该卖。你这买卖干不成了，行吗？我不信。你好好，你为什么不卖给我？我就不卖给你。你凭不卖吗？你凭什么？我就不卖。我有理，你不卖给我。我有理，我你敢说不卖？不卖。你再说不卖？不卖。你不卖啊？不卖。哎呀！我卖给您了，哎呀，大爷，您快站起来，我弹上来了啊！哎呦，哎呀，哎呦，我可有痰了啊！您先咳嗽咳嗽，哎呦，行行行，我卖给您，什么菜我都送给您，还不行吗？卖我，卖给您，白菜递给我，给您，回家拌白菜心去。行行行，快回家吧。您这个到了家就没人跟您怄气了。谁告诉你的？回家没人怄气了。我们家从老到少没一个尊重我的。是啊，我一进门，我儿子、儿媳妇、我老伴儿围过来了。瞧我老伴儿说那话，说什么呀？多可恨。哎呀，回来了。我说，回来了。今天没在外头惹祸吧？看来您是天天惹祸。哎呦，现在你一出去我就揪心。过去呀。那个大孙子出去我揪心，现在大孙子出去我不揪心，你出去我揪心，你呀还不如个孙子呢。这个话可损点儿啊。他没说完，我儿子答话了。爸爸，你出去是让人揪心。你说上回我一眼没看到，你说人家婶子大娘大叔们跳广场舞，晚上9点多人收拾收拾上楼休息。对呀、您可倒好，夜里10点您提录音机一个人跳广场舞去了。一个人跳广场舞？哎呦喂，您是连唱再跳啊。您还唱啊？唱啊。你唱的什么呀？我曾经问个不休，你何时跟我走，可你总是说我一无所有。哦哦哦哦，你何时跟我走？没人跟您走。谁说的？上楼赵奶奶下来了。赵奶奶要跟你走。呵，赵奶奶还跟我配合呢。是啊，我这儿一唱，你何时跟我走？赵奶奶，走走走走走啊，走走走走走。赵奶奶这样跟你走？赵奶奶抖着手。别唱了，别唱了，我们孩子高考复习功课呢。高考？高考跟我有嘛关系？哎，高考跟我有嘛关系？高考可关系到孩子一生啊。别别跟我提人生。怎么了？我年轻时候能上学吗？学校乱七八糟，不上课了。到现在可好，没有文凭，不懂电脑，外话一句话不会说，我上哪儿送冤去？你过得不好，你别拿孩子撒气。我告诉你，赵奶奶，怎么着？你这叫刺激我。刺激你？我这么大岁数，我受不了这刺激。告诉你，今天不说明白了，你甭打算上楼。好嘛。我咚咚咚咚咚咚跟赵奶奶说了半个小时，你猜怎么着？你躺地下了。赵奶奶躺地下了。那可能让你气晕了，心脏病都犯了。你看怎么样？待会儿我听，120来了，120来了，我看你怎么办。我一看120来了，我赶紧的把赵奶奶扶起来。真不错，我躺地下了。不，你呀，你可太机灵了，你爸爸。你说你办这叫嘛事？还真是，赵奶就这一趟来回，3000多块钱。咱别说3000多，这事儿您没理。就是啊，您回您还乐，您说您有理，您理在哪儿啊？我儿子没说完，我儿媳妇答上话了。爸爸，
您真是，您说您咱这些事儿，哪件事儿有理呀、啊？就说上回坐公交车，我都替您臊得慌。不是这公交车又怎么了？你说人家给你让座吧，后头给你让，你不去你还跳，你就站在前边，站在妇女旁边，你说闲话。说什么呀？哼，现在这年轻人上班，玩着手机就上班了。那阵我上班，哪天得一个半小时自行车，人家没人理你。你把录音机打开了，你听董贤坤的《京东大鼓》。哎呀，开的声音太大了，大伙儿都堵着耳朵。人家女的说：“嗨，你把它关上行吗？”你说的嘛呀？说嘛？您不听，不听《京东大鼓》。不听《京东大鼓》，你们对不起董贤坤。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您说这话，您都爱着，就是这是嘛乱七八糟的。回头那妇女起来给你让座啊，大伙儿一看，是一怀孕的妇女。看，那你也不饶，您非得坐，您还往前挤。大伙儿怕挤你，你直喊啊，别挤我，别挤我，告诉你们，我可怀孕了。什么人呢？不是我可头晕了。你可说清楚了啊！您说你这叫嘛玩意儿？还真是啊。你说你天天撒大泼，天天撒大泼。哎呀，你带这个破手机，专打110。就是。你得解决。你老说你有理，你说你哪儿有理啊？没错。那天我是让你气的。怎么了？我是你公公。你是我儿媳妇。你在公交车上看见我，你打招呼了吗？你喊我了吗？我喊您了。你喊的嘛？二姨夫，这对啊，叫二姨夫对，您就是个甩货。他一说这，我老伴乐了。哎呀，好啊，他就是二姨夫，二姨夫，他就是甩货呀，甩货。我儿子不乐意了，哎，怎么回事？能不管我妈叫二姨夫的？我不应该叫二姨夫，应该叫滚刀肉，还不如二姨夫的。我老伴乐了，对，这面好，就叫滚刀肉。哦，他是恶习不改。打年轻时候他就这样。哎，年轻又怎么了？哎呀，年轻时候他13岁半就留着两撇小黑胡，穿着喇叭裤，第四个喇叭录音机，哎呀，拧铃那盖拍军帽，到处捣乱。你看看，你自个儿说说，左邻右舍有一个理你的吗？现在多好啊，老龄社会，大伙儿讲文明讲道德，大伙儿都懂礼貌，不是谁欠你的。你说你坐公交车你花过钱吗？你上公园你买过票吗？对，这不是照顾老人不让你们花钱，是你逮着理了。嗯，那天到饭店吃完饭抬屁股就走，人家服务员让你结账，你说的嘛？我这么大岁数吃完饭还要钱呢，你这不要疯吧你呀、不，你是有点要疯啊！你说说，一不高兴你躺地撒大泼，一不高兴你就躺地上，有时候一天回家换4回衣裳，怎么换4回衣裳？躺下4回衣裳都脏了，不，这么大岁数躺下4回，那身体定得住吗？定得住啊，越来越好。怎么？你想想，一天躺下4回，躺下起来，躺下起来，躺下起来。仰卧起坐天天练啊。说的对，对嘛对，对嘛对，你们这挤一嘴牙一嘴就要干嘛？你们要倒霉了信吗？信吗？要倒霉了。我躺下怎么了？我躺下我有理，我有理我才躺下的。我一喊啊，我儿子吓坏。爸爸爸，您别着急，咱就说闲话，您呢先躺会儿。这次你让我躺下的啊！别躺下。老云磊这作品，说老实话，嗯，你们提到这儿了，我还真是学着马三爷那样去表演。嗯，因为马三爷，我很细致的研究过他，就学习。就是马三爷呢，他有的时候啊，按我们话说带着人物上，他塑造了一个人物，所以他上台的时候，他是这个人物在说话，
你比如他的马大学问，嗯嗯，你比如他的马善人，嗯，他上去就带着这样一个人物上的，所以呢就第一人称，嗯，对，是我本身就是这个人物，所以呢这个老友李也是带着人物去上，我上来就是一个老人，我这个年龄也差不多了，对，虽然在他跟前是小孩，我也七十多了，嗯，有一些社会现象呢我觉得应该去曝光一下，嗯，但是我想呢这个这也学马三爷，就是不是说很狠的那样子，说的人上不来下不去了，这让他活不了了，也不可乐，不可，不是吧？啊，对，我觉得乐完以后让人有所回味，有所感悟，有所启发，这也是相声艺术的魅力所在。对，你吃元宵这活也是这样，嗯，他其实就扮演了一个孔夫子，对吧？这作品拿孔夫子找包袱啊，嗯，其实他一个最大的特点是。孔老夫子是不容侵犯的，嗯，对不对？嗯，孔老夫子谁敢拿他怎么怎么样？嗯，他是个玩笑，嗯，这个尺度把握得太好了，嗯，实际上说，文化嘛，嗯，你跟文化人别斗，你要什么你必须学文化，他没有说，嗯，他最后的底是这个底就太高级，当然这是一个传统的节目，嗯，很多人也都演过，嗯，后来也都不演了。魏老师觉得呢？我觉得咱们相声啊，虽然是讽刺，嗯，但是教育，是吧？相声有一个规矩，就是你说完这个还要把它缝上，是吧？还要把它缝上，打得出去，哎，还得收得回来，哎，这就完美了，啊，是吧？相声演员还有一个难处的就是人物的跳进跳出，对，甚至有话剧团的演员们，他们都说我们佩服你们相声演员这个人物的跳进跳出，这么快。这个人物出现了啊，就是这个人物，嗯，他退出来了就不是这个人物，而且只用语言的艺术跳进跳出，没有肢体的，没有这些道具的，这很难，没错。你要这么说，你可能理解的不深，嗯嗯，你再仔细看一遍这个，好，吃元宵，你马上就明白怎么叫。您既然有这要求，咱就抓紧时间，好，咱一起重温一下这段吃元宵。走在街上，瞪着眼，净找熟人了，找半熟脸，给人拜年，哎，让人请吃饭，啊，圣人带头走，紫如燕辉后边跟着，哎。哟，好嘛，变了鸡了。什么？啊，这不成鸡了吗？不是，走道稳当啊。啊，就这么走。走着走着，抬头瞅，做买做卖的全都有。嗯。人仨个走到大街来，那铺户买卖两边排，也有买，也有卖，也有这幌子和招牌。好，圣人还得数来宝呢。不是，赶这折磨着。别赶。走着走着，瞧着茶食店。哦，点心铺啊，点心铺，这个点心铺五月节卖粽子，八月节卖月饼，正月十五还卖元宵。对，卖元宵又卖熟的，哦，屋里摆几个桌子，带卖座，门口摆个大锅，现煮现卖，买生的也行，买熟的也行，买熟的坐在屋里吃，门口有牌子，红纸写黑字，怎么写的？价目表啊，元宵的价钱怎么写的？写江米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一个。哦，一个老钱一个。孔圣人一瞧，这大锅里煮的元宵，嘿，呵，个儿还真不小。你瞧瞧，真是个儿又大，馅儿又好吧？嗯，准是面儿又黏，馅儿又甜呐。哎，瞧馋的这样，就是好。哎，吃吧。没钱。没钱。没钱怎么办？啊，圣人一摸呀，哎呦，这带着个笔袋。啊，笔袋，在那个时候念书人都有成笔的口袋呀。啊，在这个笔袋这上拴着个小老钱。哦，对，小老钱就往裤腰带上掖的。嗯，圣人一想，哎，把这个钱解下来干嘛？拿这个小钱买。哦，对，解下来一想，哟，不行，怎么买不了？人家写的，一文钱一个呀。对呀，这有一个钱。嗯，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能爷儿仨进到元宵铺，仨人买一个元宵吃？就是啊。这怎么办？一看街上挺清静，两边没什么过路人。嗯，圣人一瞧，这街上也没什么人。啊，挺好啊。啊，挺清静。就是。好，把笔拿出来了。啊，把笔拿出来，笔帽扽下去，啪，又给添了一竖。再一念好了。啊，一文钱十个。嚯！哎，笔帽戴好，装起来。重要。仲由，哎，仲由是谁？仲由就是子路啊。哦，子路姓仲，名由，字子路。哦，那个是姓晏，名回，字子渊。嗯，仲由，晏辉啊，来，
吃点点心，嗯，吃几个元宵，哦，大摇大摆往里子龙吃吧，咱没有钱，别耍耍，别说话。爷仨往这一坐，伙计过来擦桌敬安，几位吃饭去了，吃炸糕，吃剩饭，吃嘎巴菜，你吃元宵。唐人，元宵，啊，来多少？十个，啊，三位，每位十个，不，三个人十个，三位十个，三位来十五好不好？一位来五，不好，十个，三位来十个，来十二行吗？一位来四啊，我就十个，三人十个，啊，就是我的四个，他们同三个。我四个，他们三个，盛着吃吧，盛着吃四个元宵，饿呀，吃四个不饱啊。子龙宴会一人吃仨，倒坏了，倒把这饿劲儿斗上来了。嗨，还要吃啊？啊，盛着这拦着，不能吃，哎，不能再吃了，不要了，这黏不好化，这不能多吃。哎，不饱怎么办？怎么办？喝汤吧，盛着一长的元宵汤。甜不丝的酱乎乎的稀粥一样啊，像杏仁茶。嗯，哎，你想喝点这个不也管事儿吗？也饱得了啊。哦，汤呗，妥个白喝，也不算钱，为毛不多喝两碗呢？嗯，哎，掌柜的，掌柜的，来两碗汤，啊，盛汤，啊，喝吧，喝完了还要，掌柜的受累，再来两碗汤，啊，盛汤，喝完了还要，啊，掌柜的。汤，啊！子龙宴回一想，师傅这儿要，咱这喝，别举着了，咱要吧。掌柜的，掌柜的，给我来两碗汤，手里拿大碗盛，大碗凉得快。哼！圣人又站起来，掌柜的，给我换大碗，大碗凉得快。啊！爷仨晒上了，你也喝，我也喝，你也要，我也要，一人喝了三十多碗元宵汤。哇！圣人还要，掌柜的，哎，掌柜，再来两。再来两碗，再来两碗，然后再来元宵啊，不要元宵，汤啊没有了，元宵满变锅贴了，给喝干了。你不看，别喝了。哎，站起来给钱吧，掏钱，啪，往这站起就走。回来，哎，老先，别走，你给钱不对，怎么地？你甭瞪眼，你吃多少？十个，啊，你给多少钱？就这钱，就那钱，你这多少钱？你给这一个钱，一老钱一个的。对呀、啊。剩啪啪两个一身，胡说。哦，本地人吃吧，一个老钱十个，这外乡人吃吧，价目变更了，临时加价了吗？啊、嗯！掌柜过来了，老先生，我们不管本地人外乡人，一律价钱，外边有价目表，写的清楚，你老可以看一看。叔叔，哪儿写着？走，看看去。哇，干嘛这么理直气壮？那是他给添了数了。哦，掌柜不知道啊。掌柜出来就念：“老先生，您看看这写着呢，我念您听听啊。江里元宵，桂花果馅，一文钱。”哎，念吧。哟，一瞧，念不出来了。啊，剩这是脆，念出来。嗯。大伙儿听听，掌柜说：“那个，就是，写错了，这我们写错了，我们要写十几下，最后一忙水写十个了，就是我们定是一文钱一个。完了，算你白吃，我们错了，你走，走不得了。啊，事儿好到逮着你了，是怨你啊。嗯，不是出门在外没得吃，告诉你，这念书人给你笔下留情，要不留情，十字头上添一撇儿，一个老钱，那就吃一千了。”过年要吃饺子，什么初一饺子，初二面，初三的盒子往家转，初四什么炒鸡蛋，其实都不炒，炸着饺子，腾着饺子还是饺子，初五又饺子，初五捏小人嘴，这又是饺子，打三十晚上就饺子，三十晚上吃饱饺子，后半夜呢还是饺子，素饺子了，一般人家素饺子就得够啊，这个那个那个，这个乱七八糟，和这馅儿费大劲了，喂完就费劲了，熬夜儿，活多呀，大着孩子坐一块儿，铁包的，三十九晚上饺子不让外人吃，忌人，
去吧，三十晚上祭人，谁也不许来。他问完了，趴着吃饺子吧。那饺子里有一钱，哪个不一定哪个，就一个，那一大锅饺就有一个有钱，有一个小铜钱儿，后来是搁那个那叫毛钱儿了，反正我记得那个硬币毛钱儿。早先小时候我记得街坊包的就是一个老钱，四方眼的那个老钱包里的，全家大小谁吃着这个了，好，这有福，财运好。中午这就不能吃剩的了，现包现捏，捏小人嘴。咱也包饺子吧，咱也包。我今儿包饺子吧，你有钱，你买羊肉去。我不买羊肉，咱素的。你剁点白菜，咱还有粉条没有？泡点粉条，行。面，面，我咱们有吗？这不有半口的面吗？那棒子面，棒子包子上，白面没有，没有。我说我。我赊几斤面去，这胡同口那儿那有个米面铺，那时候叫米面铺，现在就叫粮店，粮食店。从前没有这名，没有这名词，粮店都是米面铺子，都私人的买卖，都私人的单干的，又熟人，王掌柜的麻子脸，见面打错脸常说话。这大年的周六初五，咱去赊二几斤面，准不薄面。我说我去赊，我上面铺去。我媳妇儿，嗨，告诉你别去，狠心王二麻子，一点面不懂，你白碰着钉子。他不说给我，还给拜拜年，拜拜年说点好话，我就去了。拿口袋，拿个口袋我就去了，到面铺子找，哎，王叔给你，哎，给你拜年来了，晚点吧，一样，初五也不算晚，好，祝您大发财源，买卖兴隆，生意兴隆，通四海，财源茂盛，达三交，开始大吉，万事亨通。掌柜坐着连站起都没站起来，别废话，来吧，说话，来高粱米，来棒子面。我不是，白面，买多少？我不买，你说我说。收几斤，收几斤白面，过初五六初七八我就给您送钱了，不赊账，哎别，我掌柜，您收几斤呢？我准给您送钱了，打得好脸的，您都不信我吗？我能不给他送钱？您收我一袋面，我一袋吃了吧？我来几斤？您来十斤、八斤就行，不要不赊账，我掌柜的。街坊邻居，咱们这么些年不赊账，大初五的大周的不赊账。我离开着大，这样行不行？我给人念的吉祥歌，我想起那时候要饭的那到年下这几天的，他不要饭，因为谁家不给饽饽饼饺子，不给都给钱，咱不找要钱，要饭都念喜歌。我给念头喜歌，找个心里痛快。还不赊我点面？对，要饭的都念喜歌啊。那时候我会啊，哎，我念喜歌。我心说，哎，王麻子一高兴，赊我十斤八斤白面，到家一包子。哎，好，往门口一站，新年新月共新春，花红对子贴满门，希望财神来进宝，多大元宝抬进门，一送金，二送银，三送摇钱树。自从聚宝盆，聚宝盆内插金花，富贵荣华头一家，发财掌柜呀，发财吧大掌柜。马三立先生的儿子马志明先生也是咱们相声界现在响当当的人物，可以说是继承了马老的衣钵，深得马氏相声的精髓。他和搭档黄宗民表演那段对春联，可以说观众朋友们特别喜欢。那是，他这个段子是跟我这个澳洲轶事
那是同时录的，都是那年我们的那个2008年《鱼跃龙腾》春晚，您是同台演出，同台演出《鱼跃龙腾》。对对对。其实说到这段节目，俊杰老师有什么样的分享吗？志明是虽然不是马家的徒弟，对吧？但是他是马三爷的儿子。他从小耳濡目染也是，他是深得马三爷的精神。而且他使的活，很多都是马三爷的。他那劲头，那劲头，当然你这他这遗传嘛，他那个嗓音条件，对吧？但是这个马志明，还比马三爷多一会儿，他能溜。对，你别看他嗓不了，而且他能溜。而且他身上有功夫，所以他某些地方呢，比马三爷还多一门。哎，志明的活也是属于这种百听不厌。就是你老听，老有味儿。我当时做过比较，你看原来还那个谁谢天胜给他量活，后来是这黄土明给他量活，这两个一个活两个录音两个版本，但是你听这量活的那话一句不差，量活的那个他为什么让他这么严谨，就是你一定跟我在一个步子上，我怎么迈步你怎么迈步，包括节奏上，我觉得下大功夫了，是。咱一般排一活，我估计一礼拜差不多了。我估计他最少一个月，因为他太严谨了。严谨认真。你不信，你就把志明老师这个活，在不同场合录的一个活，你拿过来对，一这事都不带差的。那就觉得太矮板了，不是矮板，他是用即兴的方式把它表现出来的。这得一般演员下不了这功。我们常说这个见微知著，你看，就像您说的这个。这是奶油哼还这种小细节他都把握得很准确，是他是用即兴的方式表现出来的，这一般人下不了这功夫，那得多难呢，你听着马三爷的活也这样，他卖挂票不同版本不同场合演的，你拿过来比，一字儿不带差的，连他台上的扭头啊行为都不带差的，就说人家对这个东西太认真。其实像您说的一样，这就是马氏相声的一个特点。对对对对对，你不信你看他跟黄宗民这个，包括他说的那个眼神，他不是说我没有乱看，他这个是想好了的，他是有内涵的，他心里的想这个人物应该就是这样，他动过脑子，你不信你仔细听听，你仔细看看。那今天咱们在节目最后就带着我们的观众朋友一起咱们重温一下这段由马志明黄宗民二位合作搭档的对春联。黄宗民，对，是我呀。高，高高什么呀？您的文化水平高。您这是捧我？不是捧，绝对不是捧啊！我认为啊，在我们演员当中，尤其是这个相声演员当中，就属你了。属我什么呀？无论他们谁全算上啊，跟您比他们不行，他们差得远。就是说真的属你了，这也就是您知道。当然了，要跟我比呢，你就差点了，是不是？因为你这个接触面它总是窄一点。你等会儿，停，打住。不是，你到底是捧我呀，还是捧你自己呢？您让各位听听，相声演员当中，我的文化最高，可跟他一比呢，我还差点。那照这么说，你比我们全高了，也不算太高，强也强不了多少。打哪点说你比我们强啊？你有什么文化？就算你有文化，那也得别人说呀，也没有自己说的。哎，对了，对了，告诉您，认字儿多，知道事儿多。哦，你还知道事儿多？大概有认识我的吧？知道我外号吗？不知道。马大学问，那在北京的什么买卖？买卖家开张。开张，我去道喜去吗？人家让我给来一副对子。是啊，当时我编了个词儿，写了个对儿，呵，这副对子轰动了北京四九城，了不得了，马大学问这词儿太好了。您给编了副对子，哎，还轰动了全北京。是，那一定是出奇了。那当然了。哎，您能不能给我们念念这副对子啊？我们也好学习学习呀。买卖家开张啊，您这上联是？上联是生意兴隆通四海。好。下联财源茂盛达三江。是吗？哟，啊，我写这个你看了啊？
我没看呢。你没看怎么我编这词儿你会了呢？这是你编的啊，这对子会是你编的。打你母亲没结婚就有这副对子，他愣敢说是你编的，别不害臊，拿过来就说。行，哎，你照这么着啊，你到来，你等着，我等着，你别走，你就这儿啊。我不走，你等着我的。呵呵呵，这么着吧，嗯，你出个题目，我当时给你编副对子，你看怎么样？不是你编副对子，你懂得什么叫对子？废话，我是干嘛的？不，你说说什么叫对子？对子嘛，这边叫上联，这边叫下联。哦，这边五个，这边有五个，嗯，这边十个，那边也十个，嘿，这边五十，那边也五十个。你瞧，我还没见过上联五十、下联五十的，没那么高房顶子，往哪挂呀？一边多，那多新鲜呢！上联九个，下联七个，那叫什么呀？对字对字嘛，那就得一个字对一个字。哎，我懂，我就干这个。好好好，你懂啊？哎，你说说马牙枣。马牙枣，哎，就是咱们吃那枣啊，啊，有一种是长的，啊，特别甜，对对对，那叫马牙枣。行，嗯，下联，杨绝葱，杨绝葱，对字对字，嗯，马牙枣，杨绝葱，哦，马牙，杨绝是枣，葱，对，马牙枣几月？马牙枣算八月，八月，哎，杨绝葱在二月，还二八月。马牙枣是秋天啊，杨绝葱呢春天，春秋对儿。马牙枣红的啊，杨绝葱绿的。嗯，马牙枣甜的，啊，杨绝葱辣的。马牙枣圆的，杨绝葱长的。马牙枣树上的，杨绝葱地里的。马牙枣石头的，杨绝葱空的。马牙枣有核，杨绝葱带须子。马牙枣，哎呀呀呀呀，这贫不贫呢？碎嘴子。我们这对子还不算完了，不算完，我还能往上添字哦。说马吃马牙枣，马吃，哎，这枣打树上掉下来了，马给吃了，马吃马牙枣，添俩字儿。哎，对了，羊啃杨绝葱，羊啃马吃羊啃，马吃马牙枣，羊啃杨绝葱。哦，怎么样？行，这叫虽不中而不远矣，嗯，此之谓也。行，别晃。别晃，一晃它可泄滑哦。这东西不能老晃。再听这个，你说说北雁南飞，双翅东西分上下。嚯嚯嚯嚯，往哪边飞啊？哎，这有道理啊，不是胡说呀。东西南北，你这往哪边？北雁南飞呀。啊，这大雁是一种候鸟，它最准呐。一到冷天了，北方的雁往南方飞，这叫北雁南飞。它双翅呢，在东西分上下。飞的时候它不能一直直着飞呀，啊，它得波浪式的上下，东西南北上下，怎么样？好，下联有了啊，前车后辙，两轮左右走高低，这对得上吗？太恰当了，我这是北雁南飞，我前车后辙，双翅东西，两轮左右分上下，走高低，高低上下，上下高低。哦，哎，这叫随不重而不远矣。得，这个也谢了。嗨，我也换上了。再听这上联，你说说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完完完，大白话没劲了，你这没劲呢。你听着是白话，啊，这对子讲起来可有意思。怎么讲啊？说小老鼠，啊，也就是耗子呀。我知道，这耗子可不一边大。那是有这么大个的耗子没有？有，你管它叫什么？叫老鼠。老鼠。嗯，有这么点儿的耗子吗？也有啊。你管它叫什么？也叫老鼠。它老不老呢？它不老。它不老，它叫什么呀？叫老鼠。你能叫它少鼠吗？不能。哎，这叫小老鼠。哎，偷吃热凉粉啊。那凉粉在锅里熬着冒热气，你管它叫什么？凉粉。它凉不凉呢？它不凉。它不凉，它叫什么？叫凉粉。哎，这叫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好，下联啊。啊，短长虫盘绕矮高粱，你这是什么意思？长虫知道吗？啊，知道啊。有这么长的叫什么？叫长虫。还有这么短的？小七寸也叫长虫。它长吗？它不长。不长它叫什么？嗯，叫长虫。哎，短长虫。哦，高粱有这么高的叫什么？叫高粱啊。还有这么矮的？刚出土的也叫高粱。它高不高？它不高。它叫什么？叫高粱。
哎，这叫短长虫盘绕矮高粱。嗯，小老鼠偷吃热凉粉吗？对呀、啊。短长虫盘绕矮高粱。哦，你是有老有小，有凉有热。是啊，这是有高有矮，有短有长。哦，怎么样？好，这叫虽不重而不远。哎，再听这上联啊，说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改绕口令了？谁说绕口令了？什么呀你这是？这是个对子上联。我不懂，不懂，不懂。我给你讲啊。啊，怎么讲啊？说孔子啊，啊，也就是圣人。我知道，孔子周游列国。嗯，这天正在路上走，赶上下雨了。下雨。哎呀，好大的雨呀、啊！嗯，圣人一看，我上哪儿避雨去呢？又没有民房。嗯，哎，路旁有一棵树。年深日久，叫虫子给咬空了，是棵空树。圣人一想，我上这里避雨去吧，这叫空树藏孔。那么孔进窟窿，圣人进树里去了。窟窿孔，这树里有孔，圣人呢？孔出窟窿，雨过天晴，圣人打树里出来了。嗯，窟窿空，这棵树还是空的，这叫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哎呀，缓气，差点憋死。我看你对什么？听我这下联，嗯，说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你这发药子呢？这什么乱七八糟？这得讲啊！你甭讲了，这得讲，你甭讲了，你这字跟我这字就对不到一块儿了，不是多俩就是少俩，多多少？我不知道啊，一个不多，一个不少，那我可数啊，你数啊。空树藏孔，孔进窟窿，窟窿孔，孔出窟窿。窟窿空，十八个字，十八个字。对了，瞧我的，行，我这要十七个了啊，我要十九个了，嗯，那叫十把玩意。嘿，等会啊，嗯，人儿吧嗒，哐哗啦，咔嚓扑通，哎呦补补补，子子子。对呀、啊，也十八个字。你瞧瞧、啊，这字倒是对了，可这什么事呢？这得讲啊，哦 哦，这得讲 啊，是是是，在想当初，这是想当初的事。去年夏景天啊，我们家呀，哎、不对，停，这去年夏景天怎么叫想当初啊？我听人家讲故事，头一句都是想当初，人家很远的时代才叫想当初了，你这就是去年，用不上，不要它了啊，不能要。去年夏景天啊啊，我们家院里一到晚上啊，竟飞点子、挂的扁啊、担子钩啊、屎壳郎啊，满院子飞。嗯，这个扔吧嗒呢，这是屎壳郎撞窗户上了，扔吧嗒撞上了，那哐。我一害怕，把茶杯碰地，哐，哗啦，茶杯碎了，哗啦，咔嚓，把砂锅砸了，咔嚓，扑通，我打床上掉下来，扑通，哎呦，摔了我腰了，哎呦，那补补补，我放仨屁，滋滋滋，压着我一耗子，什么乱七八糟的。马三立先生的相声源自生活，轻松幽默，总能巧妙地将包袱抖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他的相声都是说出来而不是编出来的。他是一位说的大师，也是一位贴近民间的艺术家。他用马氏相声独特的幽默调剂着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好了，亲爱的观众朋友，到这里漫演鱼龙一瓶中鱼龙百戏三十周年典藏本期节目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别忘了下周同一时间继续锁定鱼龙百戏，咱们不见不散。